何洁与未婚夫演员贺子铭日前曝光了一段拍结婚照的视频，定着36度的桑拿天，两人在北京京郊的一家马术练习场拍婚纱照。这回何洁同学是真的披上婚纱了，尽管酷暑难耐，两人依旧甜蜜十足。在接受采访时，何洁更向记者透露了两人的婚期。9月12日。